看看新闻网。这一张张柏芝和谢霆锋共进晚餐的照片的曝光，关于峰之复合的传闻再度甚嚣尘上。或许是对此早有防备，八月八日，谢霆锋在出席电影《华丽》之后的首映礼时，在台上短暂亮相后，便急忙走入后台，对复合一事不做任何回应。除此之外，身着黑色洋装的容祖儿也是当晚的另一大焦点。虽说容祖儿在音乐上的成绩是有目共睹，但对于稍显陌生的影视圈来说，容祖儿不敢怠慢。从电影筹拍到如今的首映宣传，容祖儿都竭尽全力尽心配合，难怪连男友刘浩龙的生日他都会忘得一干二净。还没有想，对，因为我真的太多那个狮子座的朋友，也来不及想那么多，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超过一个半月的时间的那个工作要面对，所以过了再算吧。